是要干啥？怎么六条腿儿一抓一碰的，一天到晚田野里花海庄稼，为啥不抓他一抓一碰的？可能你也猜到了，他就是蚂蚱。怎么四条腿儿一抓一碰的？他是人类的好朋友，保护庄稼，为啥要抓他呀一抓一碰的？可能你也猜到了，他就是青蛙。猜到